一直在关心你，所以你一定要保证，除了你以外，暂时拢袂用让其他人知影。我已经大汉了，拢已经娶某啊呢，有什么代志我袂当理解啊？你有讲出来吗？你做你放心，就算我要死，我嘛死伫个国外。你不准死，我若是比对无成功，我就甲你讲，甲阿哥讲，甲每一个有资格讲讲互你的人讲，我会一个一个去求因来做比对，我一定找到能讲讲互你的人。对着少峰啊！你敢知影少峰即卖人伫倒？我拄只吼目睭皮安尼一直跳啦，我感觉真不安。师姐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当少工救少峰。你要先有心理准备，看是咩伊人容易改人关系错。即卖公司开真侪钱，伫咧保仓库遐个货，要不咱仓库遮尔安全，敢真正有需要开遐尔侪钱伫咧保遐面顶？我跟你个观念无同诶，就算讲公司个环境搁较安全，嘛袂当保证讲袂有意外发生。好佳哉啊！我只是你个员工，唔是你个人才啊！若无，你着厝内甲公司拢起来食死死啊！啊，毕竟菲菲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所以我真正无得继续照顾菲菲。为啥物你认为这是对我上好的安排？你是死唔认错的态度，你甲恁爸遐有啥物无共款的啊？你安尼骗我，我无带你定袂使。阿哥，你别骗我！我会当接受动手术的，不过我会惊动到其他的人。一直着关心。所以你一定要保证，除了你以外，暂时拢袂用让其他人知影。我已经大汉了，拢已经娶某啊呢，有什么代志我袂当理解啊？你有讲出来吗？你做你放心，就算我要死，我嘛死伫个国外。你不准死，我若是比对无成功，我就甲你讲，甲阿哥讲，甲每一个有资格讲讲互你的人讲，我会一个一个去求因来做比对，我一定会找到能讲讲互你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